我其实一餐有吃过5碗泡面，那我觉得我这样子真的太不检点了，谢谢。那万一你旁边人都那个痛哭流涕，我会离开，绝对借机离开。人工泪液借我一下，眼药水滴一下，装一下。真的哭不出来，就真的哭不出来啊，就闭上眼睛吧。闭上眼睛，忍住泪的哭泣。那就跟着哭吧。借台奉献送一名教会，你愿意吗？路人听小甜甜，我吃5碗泡面真不检点。你们知道那个艺人小甜甜吗？知道。他最近有那个事件，对，就他跟那个艺人宋轶莲，他一起发光，在教会有一些这个纷争啊。其实他私生活不检点，他也是只是一餐吃三碗泡面而已啊。我一餐有吃过5碗泡面，那我觉得我这样子真的太不检点了，谢谢。所以你知道内容赖什么？不知道，反正就可能有点像邪教吗 ？I don't know。我的感觉啦，就是经营者可能不知道是太过狂信徒，还是说他们的利益上面有问题。到底是真是假，我们一个看花边新闻的人也不是很清楚啦。有教友传出说，他们会要求他们去跟银行借贷来做这个奉献，然后每一个人至少超过20万。说借钱捐给别人，对吗？对，哦。不会啊，所以会借钱捐给别人，太扯了吧？捐钱应该是有能力才捐的、啊。你捐他的钱，结果这个牧师他自己住那种豪宅，我觉得这样不应该。这也像诈骗啊！捐献应该是你有多少能力你就做多少事。借贷奉献就觉得好像不是发自内心真诚，是被胁迫的。我觉得是个人选择吧，借款是你自己的名义，如果你这样选择去借贷了。那又不能怪别人吧？教徒要为了这个做捐款，或者是硬要他去参加活动，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人权啊！我觉得这个事就是诈财吧。借不借贷这种事情，其实我觉得就跟直销一样，你愿不愿意付款是你的问题。那我是不会去做这样的事，因为我觉得我的资源我想要给的都是，比如说一些小朋友啊，就是真的需要帮助的人。那我想知道我帮助到谁？那你自己你会捐吗？我也不会捐，我都拜拜而已，我也不会特别去想去捐。还有钱可能会加点捐。那我要看我认不认识他，不然我觉得花那些钱只是把他投入大海而已。我跟你谈的是一个大海的问题。他们一人有钱啊，他们家的事啊。那我没那么有钱，我怎么捐？假如你生气，假如你生气，有我耶稣，有我耶稣。还有另外一说，在教会当中，因为几乎多半都是艺人嘛，他们上台会分享一些生命故事。那这个脚本套路可能都是已经修改过的，然后才能上台这样的。他只是为了宣传而讲出来那个故事，那就更没有必要花钱投下去，因为那只是一场戏而已。毕竟教会多数的成员都是演员嘛，对，那这本来就是他们的本能嘛，所以就是他们都是演员啊，他们很会演戏啊，那我不是啊。好假白哦，信仰本来就是一个人的精神寄托嘛，可是我觉得你这样演讲故事给人家看是演出来的，我觉得这种分享就没有任何意义。那万一你旁边人都那个痛哭流涕，我会离开，绝对借机离开。那就跟着哭吧。人工泪液借我一下，眼药水滴一下，装一下。真的哭不出来，就真的哭不出来啊！就闭上眼睛吧。闭上眼睛，忍住泪的哭泣。是有点夸张啊，我们不是当事人，我们不得而知他到底是不是真的感动到哭，还是他是被要求到哭，还是怎样？这也不是第一次啊，像之前还有什么其他的教的，什么紫色的那个，对，那也是说什么哭了乱七八糟的、啊。那如果你闭上眼睛的时候，你内心在想什么？我还真的不知道，去参加演员训练班可能会比较知道一点。黑熊院长，什么时候结束这样子？我当初干嘛参加这个活动？想不开了，我应该只会离开吧，因为我觉得会信的人，你怎么劝他，他应该都听不进去啊。如果是你的贴文是要被控管、被要求的，然后甚至发文时间点都要被统一讲，你怎么看？你说被谁要求？就可能被教会。哦，这个可能也没办法吧，感觉像商业化的这种行为了，我不能接受啦。所以你不会执行的？应该是不会，除非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教会啦。不会照他的规定发文。因为最主要是它的性质吧，它就是一个宗教嘛。我现在是在当兵还是在干嘛嘛？我为什么要被你限制我任何的自由？我就觉得太扯了啦，没有一个教会是这样子。我因为我本身就不会参与这种事情，所以真的要叫我一头，我就不会。
他们不应该用神的这个旨意来规定需要名人，需要我们发文，这些种种行为应该就是为了宋一鸣的教会整体的形象需要整体一起维护，所以说他们后面都有流出一些影片啊，要哭啊，或者是包含那时候那个游览车事件，都说他们是形容说他们有可能会搭上这班车，然后结果是下一班，但是现在爆出来说全部都是假的，一个人讲还好，那一个人出来之后，下面很多人分两派，那其实就相对的有问题了。那其实宋一鸣他有发一个文说什么神要你们静默嘛，只要心中有神，其实话语权是自由的。以上都是梦到的，不代表本台立场。哎，你们是哪一家？